你知道什么是踏踏球吗？它结合了乒乓球和羽毛球的特点，让你在任何场地都能享受打球的乐趣。踏踏球的球拍和球都是特制的，球拍有弹性，球有重量，打起来发出踏踏的声音，非常有趣。踏踏球的规则很简单，就是要让球落在对方的场区内，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，都可以进行激烈的对抗。